拜拜。吃爆槟城美食，吃爆槟城。马来西亚呢是一个多元化国家，他们的食物呢也非常的多样化。很多人跟我说，内内来马来西亚，来马来西亚一定一定要来槟城吃美食。我们今天就要来吃爆槟城美食。我们员工旅游呢，感谢我们斗内内爸爸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冯友 Luna Four 徐远宁。旅行呢，一定要拍很多的水水照。我们这次出国呢，准备了一个小心机武器 ，For Real Luna Four 洗脸仪，一清二用。它呢，不仅能干净洗卸脸部之外呢，还能紧致拉皮肌肤，让你时时刻刻保持在最水状态。而且我很喜欢它一点是呢，它可以针对不同的肌肤来做客制化，敏感肌也不用担心。总共有三款适合不同肌肤的机型可以去做选择哦。加上呢，它上面这个软软的细胶刷呢是抗菌的，我觉得它震动体感非常温和舒服，会比手洗干净很多的感觉，真的很舒服。而且我甚至洗洗啊，可以震出一些粉刺哎，不夸张。好丑！洗脸能多漂亮？我看你们洗脸多漂亮。身为懒人的我呢，真的很喜欢使用洗脸仪 ，For Real Luna Four 洗脸仪真的超持久，续航力完全不用担心没有电。对，我们用到现在都还没有充电呢。带着轻电的它就可以清洁又按摩，让你紧致肌肤，每天都水水。重点是它一机二用，超级方便。对对对，我想要分享这个，因为毕竟呢我自己也上了年纪，所以我现在在用的精华就是比较偏浓稠型的，以前用抗老的，抗老的。以前用手推要推很久，现在它这个后面的按摩仪呢，震震震震震，超快就吸收。第四代新增了一个叫做增加旅行锁，非常适合常常出外景拍片的我们。轻轻两边一按呢，就可以放入行李箱，完全不用担心不小心触动，让整个行李箱嗡嗡嗡的很尴尬，让你出门旅游更安心。而且像我们这几天来马来西亚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水土不服的关系，我整个肤况大失控。对，我真的飘出粉刺，我一堆粉刺，洗脸仪轻轻划过，比较浅层粉刺通通震出来，超会。因为本次爆炸，我这几天都没来偷用，好意思，都没说找不到，找不到，乖乖拿去厕所用，然后我们再找的时候在他们的厕所。而且你们看那洗脚刷，好软哦，真的很软，很舒服。而且用完以后脸会变很 pretty 你摸摸脸，你们摸脸，我刚洗完，你们摸，你们摸，是不是？超滑的，超滑的，手跟掌都红。就感觉被抛光了，真的是，而且不是那种过度清洁的，我觉得是粉的，像婴儿一样，就是，我谢谢变味果果，谢谢，不要再称赞我，感觉有种被温和去角质、深层清洁的感觉，那我可以偷带回你，谢谢大家，感谢 For Real Luna Four 洗脸仪的董念念。我们现在在吉隆坡，我们一路呢从这边北上搭火车，再搭渡轮，我们到槟城出发 ，Go， 搭赶火车，走路到双子星塔了。到了，我们到八字 Words， 我们现在要转搭渡轮，买票，一张票1.2马币，不到台币10块钱可以搭船嘞，很小一艘哎，不是要排队吗？等船，很像要去小琉球哎，到了，你可以硬起来吗？一直被插队，这很弱哎。到了，超热。我很喜欢槟城的建筑，就是比较矮，古色古香的感觉。有人比喻，就是吉隆坡就是台湾的台北，槟城呢就是类似台南的感觉，就房子古色古香，然后很多美食，太期待了。看我们第一家吃什么？第一间我们来吃福州面，槟城的福州面就是虾面，青乌虾面，虾子味道已经很浓，要在很远的地方就有虾味了。而且它是必比登美食，来了。我们吃饭的对面就是城隍庙，既熟悉又有点新鲜的感觉，就是情绪小复杂。马来西亚人真的很重口味，真的。端上来这样子就给我一汤匙辣酱，然后直接泡在里面，也没有问我。面跟米粉，然后我们加烧肉。哇，好辣！对，味道很重。它的汤头是虾味跟辣融合的。我们就会想一口吃一口，第一餐吃到这个很开心哎，开胃。那汤虽然第一口下去很辣，可是它后面是清甜的虾味。我还点了一个很像粽子，这叫什么？鱼肉吗？蒸蛋的口感哦，鲤鱼包，初次见面，姜味很重，然后也是辣的，也有一个姜的味道，然后中间就是鱼肉这样子。虾料味蛮重的，是非常重。我们还要点一碗卤面加排骨，然后上面还有炸的红油葱。它颜色好深哦，你们猜它是什么味道？酱香味比较重，因为它酱油味很重。你看那个面，很狗哎，超满的。它就是我
我们的加热卤味非常浓稠版，我当然很划算。这一份口味偏甜，我觉得甚至吃一吃有点像我们的大肠面线的味道。我要不要单一？完食！天哪，好热！好热！有没有冰的明呆？我要吃。好，接下来来吃潮州煎蕊，生意超级好。我们点一个煎蕊，一个沙西红豆冰，像粉条的绿绿的呢，它用斑斓叶去染色染成这样子绿绿的，其实很像我们的米苔木。我刚刚在看他们做的时候啊，他都加很多那个马六甲椰糖。这一份是4.5马币，那台币多少？31.5，省吃出头，划算呢。大碗冰，这是我们小时候的物价。它整份其实蛮椰子的，因为它除了加椰糖之外，还有加椰奶。椰糖其实有点像焦糖，然后掺一点椰子味的感觉。那绿色米苔木是什么味道？淡很淡，其实就像米苔木。它的味道都被那个加过椰糖，对，主要是椰子的味道。它的豆是红豆吗？它的豆比较像我们的花豆，哎，哇，颜色不太一样。我觉得味道有点小复杂。我凉凉的，我没吃过味道。他露出很困惑的表情。哎，请原谅我们这边食材，我们真的比较不熟悉。就是大家知道，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分享。冰很像沙龙帕斯的味道。对，有沙龙帕斯的味道，就很像鸡肉的味道。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我就想说好熟悉、喔。它在后面凉开来了。是老板的沙龙帕斯倒到那个汤水里面。因为老板都做那么多碗，手酸，肩膀酸、我们知道是什么了，是沙士。它就叫做沙西啊，它在红豆冰里面加沙士，这个我有听说过，好酷哦！冰城这边的红豆冰会加沙士，红豆冰干嘛给我加沙士？可是好好吃，一口接一口，好可爱的街头哦。下一间是潮州古早味炒裸脚，它明明就写营业中，我们看它是卖什么？啊，它是吃什么？好好奇哦。小面摊吗？面摊的感觉。它是用米浆下去弄成的膏状，下去跟肉丝啊蛋一起炒，其实就会类似萝卜糕的感觉吗？好想吃吃看。接下来是吃港式的大东酒楼。酒楼通常都应该有冷气吧？它怎么看起来像小吃铺？我刚刚听到大东酒楼，我想说很 fancy， 港式高级气派感，还有冷气很强的感觉。它感觉没有冷气。看起来很像我们的热炒店。这边菜单上有卖大菜，大家比较推荐的是这边的港式点心，是在这边的柜台点，很多种的蒸物，这边就可以直接点给阿姨单子，她会帮你画价格。点了这一些点心，这个叫做金甘茶，不太热，它里面有什么？荆棘、甘草和冰糖。这是我喝过算很厚的凉茶哦，好好喝哦，而且不会过甜。因为我们太常吃到同一个工厂做出来的烧麦，这个肉就很香，这个肉香味有很出来，跟那个工厂做的差很多，很有鲜味。它咬下去的肉就会出来，就蛮鲜甜。猪本肠虾，然后上面有油葱跟这个辣椒酱，下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肠粉。对，我刚刚在分食这个，给他们两个都有虾仁，然后剩下的都剩肠粉哎，纯淀粉吗？可是我觉得调味很棒，甜甜咸咸又辣辣的，最上面的油葱增加它脆脆的口感。这是罐罐第一次吃鸡爪，因为它本人如果它没有上妆的时候有点真实，就是会看得出它的脚吗？对对。这你第一次吃吗？那你吃看好不好吃？皮是不是很软？我觉得还不错，我觉得感觉像在吃一整头的鸡。哦，那你以后敢吃鸡爪了吗？如果它长这样子就可以，长这样可以。那鱼有鱼头，你可以吗？可能要炸过吧，要炸过，要面目全非才可以。对啊，就是已经看不出它本人。完食，我们逃出那间店，它里面超热，很像大蒸笼，然后它没有冷气，帮我们当烧麦在蒸。虽然它很好吃，但是我们吃的蛮痛苦。小仙哥背个小餐车幸运了，咸煎饼白糖糕，是白糖贵吗？那咸煎饼是什么？去看一下，这个是白糖糕吗？对对。那白糖糕跟马来糕差在哪？马来糕这个用椰糖做的哦。白糖糕很眼熟哎，就是白色的黑糖糕啊。连味道都很像啊，口感很像，只是少了黑糖味。对，就是糖的味道。是椰糖吗？不是，我觉得它整体口感很湿润，我很喜欢这个口感哎，这个我蛮喜欢，我也蛮喜欢的。这个多少钱？1.2马币。不到10块台币，哇，很便宜耶，很便宜，这个我愿意再买。你看它很端耶。我们这次在槟城的住宿是个传统的娘惹建筑，很美耶，是不是很会找？很会找，可不知道里面呢。哇，还有三门，一层一层。哦，我开你的心，很漂亮耶，好像什么场景哦。这口
恐怖游戏。不要帮你讲话。是哈娜的桌子。哎、欸，好适合。你来看一下二楼。看洋楼的楼梯耶。二楼看起来就是房间，可是它有四个门。很漂亮，紫色古香。很像阿嬷家哎，这间的配色都是白木头配绿色，这样跟深色木头很漂亮哎。你们看它百叶窗是这样子，哎，手动的，但是会被吵到。你看上面，会啊，打呼都听得到。就是你在打呼啊，小声也会。你最吵哎，那是呼吸的，你的是打呼，是打呼，你就是打呼，小声也会啊。好，你最吵。安娜也有。他们有时候也有很多房间呢、欸，我们怎么那么多间呢、啊？这边应该是浴室了吧？浴室了吧？这里才是床。怎么还有一间？这是仆人房啊，关关就是睡这里。啊，仆人房很适合。关关他出门前再给你烫一烫来。出门前。厕所就是偏阳春，怎么会有蚊子？它就是对着室外而已，我们会在这里拉屎。淋浴间，很露天哦。对，外面看到云。那边还有个门呢，走，我们去看是什么？我觉得是厨房吗？还是阳台？后院吗？哎、欸，书房。哇，还有这个老柜子，这间还有一个天井，你开。哇，那边还有，还有书房哎。哇哇哇，这间好大哦。还有洗衣机，我们可以洗衣服。小餐桌，这边还有什么？关关的厕所，你去看一下。真的，是厕所吗？哎、欸，这边是淋浴。哦，那可以两个洗澡的地方，这感觉是可以包栋的。我们就是包栋啊，这间很棒。想要体验传统的娘惹建筑呢，它包栋跟朋友一起来的话，这里对。我发现印度烤鸡都是荧光色的哎，很荧光。我现在晚上要出来 chill 一下，这很像神农街，你觉得吗？大道城也很像哎。对，这一间 Bottega 是一个开放式厨房空间的咖啡餐酒馆，结合食材杂货这样的小铺。业内有限公司百万订阅，15万还差不多吧。快到了，然后远大目标嘛，100万订阅，玛格丽特披萨，松露意大利饺，哦，还有肉丸，配配皆满满，哇，要几次？它其实很浓哎，就是有种很臭味的，对，是蒸起司那种。确实味道很高级，很好吃，就是满满很浓郁的起司香味，皮也是带有嚼劲的，面皮很香。我知道这种皮这么好吃了，这间店的厨师都是印度人哦，薄饼皮很 Q 哎，是自走的，感觉很好，讲中话。甜点提拉米苏 ，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。所以是谁生日？好，蛮滋润，但是就酒味烧蛋、马斯卡凤啊、蛋味啊都还好。点了巴斯克乳酪蛋糕，摆盘蛮奔放的啦。嗯，今天甜点真还蛮。我要准备回去睡觉喽。那晚安。白痴哦！马来西亚的国月是几月啊？也就现在吧。哦，很烦。凌晨早安 ，Morning。第一站我们要吃早餐，我们来吃卡亚吐司。最多人推的是多春茶室，各个网美啊什么都会去多春茶室拍照跟拍片。但是呢，听说有另一间很厉害的是广泰来茶室，一间很可爱的小餐馆。来了冰城早餐，他们叫面包，可是我们就是吐司啊。里面是用奶油跟咖椰下去做的。我们上次吃到的不是绿绿的吗？对，就是因为有绿绿的，是用斑斓叶特别去染色，原本的颜色都是咖啡色的叶子，都给这样子一杯半熟蛋，里面是打两颗哦，这么多。我先吃一口原味看看，奶油好香、哦，好香，那个牛油好香，就配上咖椰酱，甜甜的，甜甜的，有点椰香味。那个面包是现烤的，非常酥，然后中间很湿润，这样面包是一个阿妈在烤的。好会烤面包，酥哦，很酥，而且酥就不干干，面包好酥哦，好软，而且那咖椰好香哦，跟我们平常的椰香奶酥完全不同一个等级，层次很多，但味道整个爆发出来。咖椰酱它主要成分就是椰香和鸡蛋还有糖。哦，把它煮成酱这样。它本身自己也有自带蛋香吃过，这个是奶油的生鸡蛋，都是当做半熟，那是温泉蛋，原味的。
因为香气差好多、啊它主要就是奶油啊，它就少了发芽的味道，少了椰子味。它的牛油好香哦，好像吃这个很开心的。在地人好像有个吃法是，他们会用胡椒跟酱油加下去在一起蘸吃。那蛋一起来试试看，完全没有生鸡蛋感，它就多一个很滑顺的口感的。湿湿的，那酥脆感还在吗？酥脆感瞬间被蛋液化开，可是最前面还是咬到酥脆，里面还是有酥脆感，好吃。槟城人的早餐还会吃炒果条，一早就吃果条了。锅气好香、它一入嘴是那个锅气的焦香味，一下就直接在口腔爆开。它一刚开始先加了虾子跟鸡肉，还有蒜下去爆香，口味是重的，好好吃。但我觉得锅气浓的程度已经有点到微焦，变小致癌，有点不敢。然后上面还有豆芽菜啊，那虾子也很弹牙，口感是还不错的。这间好好吃哦。另外一间是多春，我们就不会去吃了。大家再跟我们分享，就是两间差在哪边？观众推荐来槟城必喝的豆蔻汁。什么味道？下一间我要吃 Puttland Roti Baker。 马来西亚呢有三大种族，马来人、华人跟印度人，所以呢这边也有很多的印度料理。来，我们来吃印度薄饼。它这边都是刚刚那现点现做，还打蛋，好酷哦。来了，这边必吃的是这个 Baker。 厨师，我刚刚看他说炭火去烤的，它看起来就有酥脆感。这边的人加蛋都是以两颗为基准，多爱吃蛋，好棒啊！我买点了 Bon Cheese 的印度薄饼、咖喱鸡、拉茶，刚这边现拉的拉茶。薄饼刚刚看他在做的时候，他是先弄到很薄很薄很薄，里面撒 cheese 跟炼乳之后呢，再把它这样子四边折起来之后下去煎。我们来吃吃看，好好吃哦！这甜的 cheese， 咬咬后面那个咸味跑出来，有甜味跑出来，有奶香。然后皮薄薄 Q Q 的，很有嚼劲，很有嚼劲，炖出来的就是不一样。不愧是印度人，我咬到中间那个甜起司啊，好香哦，是越嚼越好吃的类型。我觉得这个可以，大家记起来 ，Bon Cheese， 这个好眼熟哦，跟刚刚的有点像。比较特别是它那个炭烤的炭香气，炭烤好像第一家比较好吃。以口感来说，它整体口感比较偏淡一点点。又是两颗蛋，对，他们很爱吃蛋。红咖喱，然后是用他们的薄饼，也是现做的。好辣哦，你惨了你。越嚼越辣，而且辣味就冲到鼻腔那种辣，然后慢慢辣到你喉咙，香料味很香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很好吃，除了辣是可以接受的。那那是辣妹啊，对啊，就是那个你在摆动，就完全是你可以想象的那种印度风格，就是香料味非常之重的咖喱，而且这个4.5马币耶，是多少台币？31.5。这样子有鸡腿、两颗蛋、薄饼30元，天哪！200要两颗蛋就要30，那薄饼多少？这个也是4.5，也是30块吗？我要再去买一片印度拉茶，这样算我第一次喝到真正的印度拉茶，真的印度人做的，真的对，有点偏稀，好甜，它香气是够的，可是浓郁度是偏水的，它茶喝得出那样子一点点一点点那种香料感，好甜哦，他们都喝很甜，你们再这样子会聚焦，我跟你讲。真的会糖尿病，少喝一点好不好？接下来是在印度烤饼对面的旺季豆花，警察在开单，这个还硬要买豆花，可见这间有多好吃，被开单也要吃。然后它有很多糖浆口味可以选，这豆花居然是热的。我刚刚在捞那豆花的时候，它豆花一捞起来，很像海浪那样子，端一端一端一端的，看起来很好吃。黄豆好香，而且好滑顺，好嫩哦。然后我们加的是椰糖，我本来以为它的味道会被椰糖抢走，没有哎，它的黄豆很突出，那黄豆味还是很重。它椰糖这样搭起来有点龟苓膏的味道，就是有一股中药香气的。它上面这个凉粉是仙草，我觉得是仙草的汁咬到了这样子。今天都已经这么炎热了，来，我没有。
那家是好吃的吗？好吃。我们家生意超级好，豆花认真好吃，大家要来玩，这间可以吃起来。槟城的套中岛真的不是人呆的，真的。我们买刚刚的豆浆回来喝。等一下，你看看这是什么颜色？红萝卜豆浆。而且他说3小时内没喝就要干嘛？倒掉了。冰箱。冰箱。倒掉了。好像那个沙拉上面的酱汁哦。那个我家牛排上面的千岛酱都是这颜色。萝卜豆浆哎。我第一次喝到。那么适合你。看样子是很甜。很甜。很甜。是萝卜甜还是豆浆？是糖的甜。我今天不是要去吃间提拉米苏吗？听说是槟城提拉米苏的天花板。我们刚找了很久。4月20，今天是3月。7月20才开。我要等一个半月。我们要住到那时候吗？那你可以留下来。好啊，那休息2个月。那提拉米苏哎。天花板，好想吃吃看。已经决定要吃提拉米苏，今天就是要吃到提拉米苏。我们找到了另外一间 Grillers。听说是冰岛这边网美店始祖，店内环境是工业风结合热带南洋的感觉，环境非常南洋风格。好的，我们坐2楼窗边。那提拉米苏有酒精跟无酒精的，一定要有酒精的啊！窗外好气哦，很舒服哎。来了，最期待提拉米苏，我们还点了一个香蕉松饼。谁点意大利面啦？他点的，有人说他是槟城最好吃的白酱意大利面，最好吃的白酱意大利面，这么厉害。就网美店而言，这间店很吵，超吵。大家感受到那个毒辣的太阳吗？热辣，超热。不行，我能不能进来便利商店避暑？太可怜了，冰城都这么热吗？现在才3月，你们夏天怎么过的？有推荐必喝的饮料吗？我这两天喝，我非常喜欢这个 Plus 100，它是类似气泡舒跑的感觉，很好喝，很好喝。太好喝哦，台湾可以出吗？下一间是吴秀泽海南鸡饭，那又没冷气啦。哦哟。生意超级好，来了，我们点了白鸡跟烧鸡，然后它的饭呢跟汤是这样子另外附上来的。哎，你们闻它饭，自带香气，鸡油吗？不是鸡油，有点是。它跟我们以往看到的海南鸡饭不太一样。嗯，鸡肉好香哦，鸡味很重，皮很软嫩嫩到你不行。它下面那个酱啊，比较像我们吃港式便当会有那种烧辣酱的感觉。鸡油会很香，是因为它切完之后还会再淋上一匙这样鸡油送上来，他们狂吃哎、欸，来吃看烧鸡，应该就是调味会比较重一点吧，有点蜜，一个蜜色。可是我觉得它烧鸡皮脆脆的，对，蛮好吃的。我知道烧鸡吃起来很像什么了，很像好事多的烤鸡，就是进了汤汁的那个烤鸡，对，皮也好像哦，皮也很像那个皮的味道，很像好事多。这个酱太开心了，再来给我分，因为去那个便当店他们都不给我加满，还酱给他给我多一点。好爽啊，这个酱！刚刚那间提拉米苏就是我们小孩好，有人就说 China House 的提拉米苏也很好吃，我坚持一定要吃到、欸，我一定要吃到好吃的提拉米苏。然后有听说这间的甜点蛋糕都很强啊，有点古宅咖啡厅的感觉，好长好深哦、啊。看到蛋糕柜了，感觉就很厉害，很有气氛的一间咖啡厅。后面还有这个空间，好美哦。这边每一桌会给你蜡笔，然后可以画画，而且它还有排名呢，好严格哦，有点压力。不要很多其他人的作品，好可爱的一间店哦。最近可以画画，妮妮正在画画中。我在画冰城，等你画完再说。他画的是什么？天哪，这是什么油物啊？喂，哪里想？哎。我们先跟人会画这边，那有画不停，虽然我们蛋糕都还没来，我要得第一名。我已经画好了，店员对我的话不屑一顾，他直接把蛋糕放上去。他说他们漂亮都会收藏起来，然后放宽就问他说那不漂亮的，然后店员就就会丢到垃圾桶。这个用成一个明信片很可爱，我要把它拍下来，我要自己做成明信片。好啊，好像可以的，对，可以可以，很可爱啊。那我们这一集就送啊。好，我们这集抽这个，我会把这个翻拍，然后印制成明信片，抽十个。留言，赶快留言起来。这是我们眼中的冰城。可是你们都不觉得可爱吗？我们觉得很可爱啊，印象一定很可爱。他们没有什么反应啊？他们不懂啊，因为他们想象力不够。再一次，大家觉得可爱吗？很可爱。他们说他们家的提拉米苏是这个，好大，这是蛋糕了吧？可是很漂亮哎，他的手指饼干。好巨很厚哎、欸！他怎么跟我想象中提拉米苏不一样？店员说他们家主打的是这种形式，我来试试看。
酒香气蛮重的。嗯，那是杏仁吗？然后上面有点焦糖脆脆的感觉。嗯，但是酱里面还有那个巧克力的碎片，很好吃哎。口感的味道好多哦，这好吃的皮拉米苏哎。我觉得它上升到另一种甜点哎。嗯，可是它的本体还是提拉米苏的口味，香气很高级，而且这边环境也很棒，很 relax， 很舒服。然后是咖啡店的话，我们选这间哦。目前最喜欢这一间。看他们家蛋糕都很大哎，有够厚的。它上面有一层东西，吃吃看那是什么吧。它上面是太妃糖浆，起司好绵好浓哦，好好吃。这个蛮好吃，它最上面还有类似那样子，有点轻乳酪味道那个起司酱，然后下面是绵密的起司蛋糕本人，上面还有一层那个太妃糖浆。这间蛋糕很好吃，那都是口味很丰富的。嗯、接下来是罐罐一直吵着要吃的花生肉骨茶。是这里吗？拜托有冷气，拜托有冷气。来了，这个边的肉骨茶分干的跟汤的芋头饭，可是它闻起来你闻，它虾味很重。嗯，而且比较松散，你说比较松散是什么？成本比较少，什么是炼金淀粉比较少？谢谢。虾米芋头饭的感觉，其实它不用配任何东西，它味道已经很重了。看看它是油饭，哦对对对，油饭比较浓。哎对，因为有虾米，有点像油饭。这个肉骨茶有干的，它刚在做的时候它很多那个辣啊，一些香料，然后下去炒炒炒炒到很干。你看它的汁好深哦，很勾哎，很勾。你看它干稀，好像麻辣干锅。它的肉已经被炖到化了，嗯，排骨很软烂，骨肉是分离型的，而且浓浓的中药味，它的中药味很浓厚。肉骨茶就是汤的，像小火锅在那边现煮，很像臭臭锅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嗯，我喜欢汤的，汤的就是我们比较常吃到的肉骨茶，那味道温润很多，就是很舒服，比较没那么重，它不像我们以往喝到的肉骨茶会那种白胡椒味很重，那就是肉跟中药相对，就是说胡椒味比较重，那不用新加坡。哦，是中药香都在里面吧？就内脏粉。哇！带着我们来到一个类似市场的地方，我们要吃的是蚝煎，是蚵仔煎吗？可是它是炭炒哎、欸。罐罐一直说要吃蚝煎，就蚵仔煎吗？我刚刚做的时候，它真的是用炭火哎、欸，那画面很美哦、喔。它在煮的时候，下面那个火花一直这样飞上来。这样吃一个多少？你干嘛？你现在很饿是不是？十二码，刚84块台币。以我们吃到现在，我觉得算贵的食物。那鹅啊，算给很多哎。对啦，它中间还有加那个肉末跟辣椒下去炒，就是我加辣酱的早餐店的鹅啊蛋饼这样。哦，这鹅啊比较硬，有点橡皮筋感。对对对，比较像蛤蜊的口感这样。哦，对，这你说要吃的你要吃。这边接下来是一个餐车，它叫做罗刹。赤脚罗刹，它的字我都看得懂，是连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罐罐说是一种沙拉，但目前看起来它都是用水果下去用的，然后它有淋一个听说是麦芽糖的酱，我们来试试看是什么味道。我好像知道赤脚是什么意思了。来了，我们大错特错，它根本不是什么麦芽糖，它是虾膏，偏浓的，非常的稠，它下面有加水果、鱿鱼。油条，然后最上面是辣的虾膏，好多东西哦，然后再撒上花生跟虾米，浓浓的海鲜味哦，来试试看。海鲜跟水果搭吗？它的虾膏很甜，同时也是辣的，虾味非常重。好吃，老板来了。很香啊，很香，很香，很香。台湾没有的，台湾没有，对。很香。嗯，很香很香，辣椒才好吃啊，要辣，就味道很丰富哎，味道超级多，甜咸辣都有，现在就把它当成沙拉在吃，这个太有特色，我现在冲击程度大概是10吧，我找到鱿鱼了，然后跟芭乐我来试试看，可以帮我后置很多数学题目那特效吗？罐罐吃吃看罗刹，这个是油条，你要弄下面的水果。这是麦芽糖吗？你先吃，我再跟你说是什么。哎，国际礼貌，国际礼仪。它是水果入菜的意思吗？我跟你们讲，上面是什么？上面是虾膏，你还什么麦芽糖？难怪它是虾膏用成甜的，就看起来像麦芽糖。对，它其实是虾子做的，它味道很重，很
冲击，对不对？这是罐罐说要吃的哦，罐罐要把它吃完。谢谢罐罐，谢谢罐罐。最后一间呢，我们来吃米其林餐厅，是这边很有名的七间老厝。槟城有分两个地方，然后这边海岛呢叫做乔治市，这边呢是联合国世界遗产，就是它保留了很多传统的建筑啊，然后古色古香的，也是列入遗产。所以我们是踩在世界遗产上面的。是的。然后这一间房子里面听说很漂亮，我们去看看长什么样子。这一间呢是用七间老房子连成的一栋建筑。里面环境超美的，艾乐这一间是娘惹餐专卖的餐厅，这个算法是算人头的，我们大概一个人是138马币。等一下，我们有水杯，给男的玩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他们做什么用的？没有说。我来帮大家解惑一下。这是比较像台湾泰式餐厅会吃到的调味，就是娘惹的定义就是中华跟马来的合并，所以大概口味会跟我们拉近一点，是这样，就可能不会那么重。我们这两天吃了一些马来的在地菜啊，我们个人觉得对我们来说太重，有点小涮，不是很甜，就是很咸，或者很辣，超辣。我们来这边中间的天井，大家看，高级海岛度假村哎，好美哦。这个烤鸡也很好吃哎，我觉得这个比较接近我们的口味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的槟城美食也差不多结束喽。那我们最后再一次感谢佛路有 Luna For 洗脸仪的董内内，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。他们的详细资讯呢，我会再放在说明栏，有兴趣的水水们呢，可以再自己去看一下好吗？可以推吗？可以推。他一直偷用我那个洗脸仪，你是说不能洗？是很恶心，干嘛用？我洗干净了，就用水冲冲。我觉得你用水冲，难怪我的脸都快烂掉了。你看那么夸张。甜点来了，焦糖斑斓布丁吗？还布雷？我想先吃这看看哎、欸。你要吃我要的，一起吃可以吗？好了，我要吃，一起吃看。好，他们家甜点好好吃哦，这碗是我的，它有那个斑斓叶的香气，是不是还有点果酱？有有，什么都离不开椰浆。他们所有的菜啊、甜点啊，几乎都加椰浆。哪里有写 ？This wine 不是六九吗？六九，刚刚讲了三次，句这间店叫做六九，六九，我怕没听到讲了三次，好烦哦。刚刚喜欢六九吗？六杯酒，好，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民宿要这样子开锁，超难开的。汉塔又打不开，那你换罐罐，换罐罐。你看，罐罐是盗贼，他开锁点满，这边还要再开一次。我们这两天都这样开开罐罐，超多次。中午的时候快热死。请进，谢谢盗贼关关。谢谢盗贼可以冲上去开冷气吗？关对，盗贼可以敏捷点最高的去开冷气吗？谢谢。盗贼点幸运，幸运，幸运，幸运。哦，你幸运有点满吗？赶快去开冷气啊！有没有幸运？你为什么叫我们在这里滑手机？有人不敢自己洗澡。我这边冷气很凉啊。没有没有嘛，我要那你自己在里面洗。拜拜。可以。
绿。那我陪你洗啊。这又太多了。3分钟，不是2分钟。好的，我们要出发下一站。